Lalit kita mi ajak tu si monita. Ini ni i sabo pitu asuji kami hasa. Nai ini i Holland, Spanya kami hasa. Ila labu nu mikilukan hal kami hasa majeh. Ini saya tahu ya kami hasa. Kita usah kita ya kami hasa. Naba balakin tana min kami hasa. Nai ini i nualian sekami. Am tababau isau tani ini nualian isau aku neng nukalingko. Satu ini i sabo siwa tu asuji kami nuji nuku dan kami hasa. Demangan tu isau nini Holland.Ami tadi itu ni, nazo nazo anu ni injumin amin. Satu itu ni ipa cipa ami sa angkem asa. Izau tu kuni atapaki kay akawau. Tiak itu zai tapukuan hananai. Sa unai angkem asa madepung isau nuni holam itau yakio. Ma isang isau kuni ka ujip numita u misa sakizaya ai. Satu itau yakem asa unik neng satu numita u sakizaya angkem asa. Lali wali wasak satu isau. Nek tukutan sok nuta nengan numita.Kau tu izah satu kami hausa ni tenus kami hausa tiada satu itu ni ipan pancahan isau amali milih izah isau tu no bisa pancahai isau agak ujib satu izah satu kami hausa minta satu ala langawan itu izah kami hausa lope satu minta ai usah izah ya ai langawan minta aiza ada miat kami hausa ajahan minta aku wawan minta uni ukapah je kencing sayun hananai jin izah kami hausa sa itu.Langsa cini za, naik balut cua ini za isau amai deh isau amik kirim. Tutau ya, ain babalaki ya a, nalangawan isau. Sa, mahitah haki apa cumudan numaku aiza tu numbalu haya ya a, nalangawan sa cini za kyo. Asani kemi hausa am ajah numita, hitah anina kapah isau amipa. Sa sikit isau tu nababalaki ya a nalangawan sa. Mahitah ay na ajahawan numita.过去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努力寻找着自己的文化，去认同撒奇莱雅。撒奇莱雅目前遇到的状况是，中间那一段脚印不见了。希望能在音乐里慢慢找回自己的文化。我们以前在这边种很多水果，有龙眼，有橘子，有莲雾，还有甘玛亚，还有香蕉。这边是虽然是山上，也没有办法种水稻，但是水果就够我们自己生活用，所以从来不缺食物。所以山上生活其实也蛮方便的。这是我爷爷的故居，号称水莲白宫。那我们以前都会来这边看爷爷，啊，爷爷就会在那边的山上的平台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啊什么的，这样子。大概是二十几年前重盖的。我们以前这边是一个小公寮，然后爸爸退休以后就在这边把房子再重新盖起来。那我们来先跟我们的阿公阿祖来祭拜一下。好，我们先倒酒。其实对爷爷的印象没有非常深刻，因为他在我四岁的时候就去世。那是后来长大之后看了一些文献啊或者什么，才知道说他是在推动撒奇莱雅族证明运动，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军的人物。很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就搬到都市去工作，那我们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在都市里面长大。那小时候会来这边，就是爸爸妈妈来看爷爷的时候，就会带我们到这边玩耍。然后可能小时候有那种冲天炮啊，在这边放这样子。那爷爷去世之后，爸爸妈妈
还是会带我们来这边，因为说就是不要让我们忘记，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家，这里是我们文化的根，然后我们还是要继续在这边去做一个传承保留的。那其实，在参与部落这个事务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萨奇亚的文化少了一段，那就是因为过去因为战争的原因，让这一段的文化或者历史记忆不见了。那我们在寻找过程，其实要花了很多心力再去复振这些文化，可能没办法完全复振啊，也要一些创新的东西进去，才能把它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文化。那但是你要在拼凑这些文化之前，你要非常去了解到你自己的文化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学习那些被找回来的文化。那这方面是当然是非常辛苦啊，从唱歌开始，像唱歌，然后还有语言是最重要的。虽然我现在还不太会讲，但是还在努力。对。这个有点陡，我们都会这边种树，除了说那个我们家里只要有小孩出生，我们就会种一棵龙眼树。那这也是我们新种的一棵树，但是最近我们家没有新生的小孩，那为什么会种一棵龙眼树？主要是这边有些树已经枯死了。那我们要维持这些林相，所以我们再补几棵树苗，让它长得比较好。然后你可以帮它浇个水，希望它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大，长成一棵大树，保护我们的家园。小时候就是很早以前就去都市了，那可是一直以来都有在持续去参与部落的一些祭典啊，或者事物，但是通常都是参与，就是跟着爸爸妈妈，然后去部落里面看看丰年祭长什么样子，并没有实际的去参与整个过程。那是到国中的时候，其实同学们就会问说：“哎，你是原住民，啊，你跟普通人有什么差别？”然后我除了讲那些课本上面大家知道的之外，我也不知道什么其他的。那从那时候就开始想说，有那个动机去想说可以更投入在族群的一些事物里面，所以从高中的时候开始就积极的往部落里面跑。那认同这方面就是语言是最有意思的。那简单讲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神叫做马拉道，那马拉道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把它分解，那分解成两个字根，它是马拉跟道。那马拉是成为的意思，那道就是达德茂，啊，达德茂是人的意思。所以神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怎么样成为真正人？那是我们一生要去学习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达达骂，达达骂是男人的意思。那达达跟马拉的字根是一样，也是成为或是变成的意思。那骂就是阿骂，阿骂在我们的族语里面是爸爸。那什么样的人是男人呢？那就是成为别人父亲的人。对，那我们要怎么成为父亲呢？那是我们要去学习啊，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其实语言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代表了一个族群的精神还有象征。我们今天来讲祭词。我跟你讲一遍，然后讲解我们的意思。好。一八八外努力度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明，一八八外就是天上，努力度，力度是神明。一八八外。一八八外。一八八外努力度。一八八外努力度。那巴罗朱安米安。米奥奥迪斯万，那巴罗朱万就是我们很虔诚的意思。米奥奥就是呼唤，迪斯万就是你们，所以那巴罗朱万尼亚米奥奥迪斯万就是我们很虔诚的在呼唤你。那巴罗朱万
念，你嗷嗷 ，this one。我们再看下一句也是一样，至高无上的神明，伊巴巴外努里都。伊巴巴外。就是更新，在很小的时候，一直从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这个阶段，也刚好是我们沙奇拉族在正在证明的时候，所以我们的长辈啊，大部分都会赋予他们比较重的工作跟任务，甚至也会要求他们直接参加我们的活动。事实上也在耳濡目染的状况下，他会比其他沙奇亚族的小朋友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接触沙奇亚族的文化、语言或者族群内的事物。那在刚开始小时候的时候，会其实还蛮抵触去触碰这些东西的，因为想说你，人家放假五六日周休二日都出去玩，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加那些东西，然后又要学多学一个语言？那巴阿尼嫩嘎密杜伊泽朗艾阿巴拉。那未来我们也希望他可以更深入的加强在民族不管是音乐或者文化上面工作的发展，那这个也可以直接来推展沙奇亚族的相关的文化，甚至把音乐语言带入到我们一般大众的生活里面，让大家更能可以认识沙奇亚族。接触部落文化最大的改变就是从一个人家要问我就是原住民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讲不出来，到后面我可以很自信的去跟大家去说，不是说明，介绍我的族群，也可以甚至是到国外，我也可以很自豪说我是台湾的沙奇拉雅族。譬如说，他现在可以用族语来创作沙奇拉雅族的歌曲，这个是以前比较少有的情形，也是比较少人会发生的事情，这些都可以在他身上来发现。从小到现在，投入的都是非常深入的，而且有下过相当大的功夫。音准、拍子、情绪，还有我们的力道，我们第一次唱的话就不用那么用力。好，来跟着接着唱哦。好，来，我觉得更新他很好配合，他就是一个白纸，你写什么，他就是长什么样子，你看到的字就是长什么样子，你要把它画成什么画，他就是长什么样的那一幅画。然后他又比较好雕塑，又好沟通，当然就是因为他不是职业的歌手，所以我们在不管是在练习啊，还是正式录音的时候，我们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就等于是变成陪练，就是我们在正式工作，应该是正式工作，你应该是要练好了什么，你该注意的身体要注意啊，对啊。我在录制更新的时候，我们花最长的时间就是在音准跟拍子。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完全是跟不上拍子的，然后后来录了几回之后，他可以跟得上脚步了。可是他的音准永远都是会一直掉下来，尤其是尾音的时候都会一直掉下来。对，他以前是一个相扑选手，可是照理讲，以我的认知，运动员应该是都是很会唱，肺活量都是很长、很强的，对，然后气很长的。可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好，没有关系，我们这边后面的抖得很厉害哦。等下再一遍的时候把它 hold 住一下。对。讲到更新，其实这个孩子，其实我看到更新，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我很少看到一个歌手或是一个年轻人，看到他跟我年龄差距了两轮以上，可是你就会发现到，就是看到这个孩子，你接近他，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温暖，这样。所以我而且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在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小孩子的声音怎么那么的感动。可是猫哥那时候对我的，他认为说我的耳朵是不是质疑了，这样质疑我的耳朵，我的耳朵是奇怪了，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那因为更新他就是这么的单纯，这么的直，所以他的声音所传达出来的就是很真诚、很自然、很直接。第三次的副歌，好，这个位置哈、哦，好，一、二、三，来，嘎嘎无声。好，第一个字破音了啊、哦，哎，太用力了，太用力。好，我们再来一个、哦。好，来，更新需要加长的位置，应该就是多看人家的表演的经验，然后自己花时间练琴啊，不管是练琴啊，还有唱歌，然后要学会认识自己的声音，怎么去运用自己去玩自己的声音，这样。我们这个建筑是撒奇尔族传统的公寮，那这个公寮是我们年龄阶级训练的一部分。那在每年的丰年祭开始的前几天，我们会进行年龄阶级的训练。训练有很多的步骤，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学会怎么搭公寮，那以就是确保我们以后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也会搭建这个公寮。那我们阶级是四年为一阶。那我的阶级名称叫阿拉迪瓦斯，那我们这一阶的工作就是这四年来都要每年都要学盖这个公寮。那在今年是最后一年，那在明年进阶的时候，我们就要教下一阶的弟弟们怎么搭建这个公寮。那我们年龄阶级在丰年祭之前呢，要先准备好要献给大会的木材，还有槟榔跟水，然后再确保那个我们隔天的丰年祭可以顺利的进行。那在丰年祭的前一天，年龄阶级会进行最后的训练，就是我们等一下会从这个公寮出发，绕部落一圈的跑步，像是马拉松这样。那我们跑完步回来，快到终点的时候，长老们会拿那个鸡爪或者竹子或者咬人狗来打我们，一方面是督促我们叫我们跑快一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算是给我们一种祝福。那跑完的时候，我们会在这边跳一个围舞，长老们会给我们一些勉励之类的话。那讲完之后，我们会吃生姜和盐巴。那为什么要吃生姜和盐巴呢？就是做一个训练，是因为以前在上山打猎的时候，我们只能带盐巴跟姜到山上。吃完生姜之后，我们就会立竹子。立这个竹刺竹是，代表意思就是我们今年的阶级训练呢，高一个段落了。立完竹子之后，我们就会进到集会所里面，上一个阶级的哥哥们对我们一些训话跟一些检讨，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集会所里面休息，那就是等待明天的丰年祭。In New Dukita Mahizatu, Ji Kuli Kung Ngan Numaku， 大家好，我是更新。